欢迎收看《笑声开》，我是雨池。本节目由珠海丽腾剧名赞助播出。人生在世，开心最重要。当你遇到堵心的事儿，你就去想想苏伊士运河，你有它堵吗？是吧？连苏伊士运河都通了，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虽然这件事儿已经过去一阵儿了，但很多人对于这个运河还是有很多谜团。今天反正也闲得没什么事儿，是吧？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好吧？说到苏伊士运河，记得上一次我跟这五个字有联系，还是在高考啊，而且这道题我没有答出来。没有想到出来混总是要还的。20年后，全世界都在为长赐号的搁浅恶补地理知识。长赐号这回出圈了，说的委婉一点，它就好比是动脉的血栓，切断了欧亚商贸运输的大动脉。而在埃及的眼里，他就是那个挡住自己财路的那个啥，恨不得直接朝他怼开财路。好在瘫痪了12天的苏伊士运河终于又活过来了。河道一通，大家开始复盘事故的原因。参与方都有运河管理局、船只所有者、船长租赁方以及保险公司。所谓这个复盘这个词儿大家都听过，复盘大家都懂。就是大家坐一起击鼓传锅，你的锅啊，不是你的锅。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船太大，河道太窄，出事的长赐号长约400米，就是那个标准的体育场跑道跑一圈400米，你把它掰直了，这么长，宽59米，重达22万吨，可以装载20000多个集装箱。有人拿它去跟航母的这个大小做比较，发现它比美国的福特号、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都还要长那么一截儿。不愧这个名字呀，长赐号。我跟你们说啊，也就是长赐号平时躺着啊，它要是萌萌的能站起来，它比埃菲尔铁塔还高啊。随便立在哪儿，它都算地标性建筑，跟浦东那个三件套要摆一起。会毫无违和感啊！开瓶器、注射器、打蛋器，外加一个捣蒜的棒槌啊！可正是因为它太大了，在日常运输中是很不灵活，尤其在这次苏伊士运河啊，平均宽度只有130米的狭窄河道里面，那意味着船只在这个里面只能是一条直线往前开，不能摇曳，不能扭捏，不能一起摇摆。很明显，船长在苏伊士运河里边手抖了，结果就是长赐号以一个非常文艺的姿势横在了世人的面前。用小四老师的话讲，我卡当成45度角仰望天空，明媚又忧伤。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气，埃及这个国家啊，国土面积不小啊，你看那个地图上面挺大一块的，但沙漠面积占到了国土面积的95%。每年春季，运河的周边都会遭遇强风和沙尘暴的袭击。沙尘暴，北方的朋友们一点不陌生，对吗？啊，它很讨厌的，它严重影响船只的正常通行的。恶劣的生态环境时刻在提醒世人，这里是埃及。什么鬼魅传说，什么魑魅魍魉妖魔，只有咱们骆驼才是沙漠的王者。回看埃及的天气预报，事发当天，风力很强。风速高达每小时50公里，瞬间的强风，呼，那一下，再加上沙尘暴影响视线，直接导致长赐号是迎风大劈叉。这也不是长赐号第一次因为风出事了。2年前，2019年，长赐号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偏离航向，踹了一艘停在易北河上的渡轮一脚，当，才25米长的渡轮，
弱小、可怜又无助，那个船身当时都瘪了，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啊。可人家长次号表示自己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哗哗的指甲盖大小的油漆，我可是没动手啊，这是风逼我的。很多人都坚信那次事故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风刮的。毕竟，风虽然是风，但它不是个疯子，人家干嘛老追你一艘船吹呢？对吧？而这次依然有人为操作失误的可能。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官员的说法，是长次号的船长执行了错误的动作，才导致船头严重偏离航道，一个漂亮的甩尾漂移，嘚儿漂嘚儿漂就趴了窝了。Oh no！ 长次号上面那个印度船长，他已经很努力了，毕竟人家是一个擅长骑摩托车的民族，又不是开船，对吗？一定是集装箱码的太整齐，影响了船长的发挥。你要把这个集装箱啊摆成孔雀开屏啊、蜜蜂载蜜、千手观音的造型，肯定不会出事儿。那除了事故原因，从另外一方面讲，埃及在这次救援行动中的表现也非常的，哎，怎么说呢？有创意啊，充分展示了自己对于运河的管理不科学、维护不到位、设备不充足、方案不靠谱，有多不靠谱？看看那台在网上走红的小挖掘机就懂了，对吗？就为了给搁浅的长次号松土，这个小家伙承受了他自己的身材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虽然官方说每个小时可以转移2000立方米的泥土，但在一个巨无霸面前，无疑就像刮痧呀。你就给全世界大伙儿看得急的呀，恨不得把家里的狗都寄过去帮着一起刨啊。而挖掘机专业世界排名第一的名校山东蓝翔技师学院也是毛遂自荐，表示愿意派学生过去提供技术支持。注意啊，派学生过去技术支持就够了，都不用派老师派教授，学生就够了。但是这个事要是真成了，以后这届毕业生就能在简历上面写实习期曾经参与了千亿级的项目，为挽救世界经济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了，说挖掘机，埃及政府还出动了他们能够出动的全部的9艘拖船和2艘挖泥船。这几艘小船一下水，那个画面就跟那个船放在一起啊，画面就像11个活的益生菌在帮肠道做运动啊。而长次号也是相当的不给面子，对于11个小家伙的努力，一定要用一个成语形容的话，就是11动燃具。那个架势，一夫当关万夫莫挨老子。没有办法，俗话说得好，靠自己不如靠天，看来只有借助宇宙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经过工程师们缜密的分析，说最佳的救援时机是满月的那两天，借助潮汐海水上涨帮助货船解困。哎，你这个方法听得科学多了，对吧？反正都要等，你不如再多等个50-60年，等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到时候船自己就飘起来了。那如果实在等不及呢？伊索寓言读没读过？乌鸦喝水的故事总听过吧？你就搜罗点大件儿的物品，什么金字塔呀、狮身人面像啊，都往这河里扔，水位一高，船飘起来了。我问同事，我说怎么样，这办法怎么样？同事说，尤其你别说了，木乃伊听了都想蹦起来拿裹脚布堵你的嘴。苏伊士运河这次被堵，蝴蝶效应波及了大半个地球。据统计，全世界有12%的贸易额和8%的天然气出口量都途经这个小小的苏伊士运河。平均每天有超过51艘船运载价值超过100亿美元的货物打这儿过，每小时贸易额高达4亿美金，分分钟你算一下是600万上下啊。这一堵不要紧，先是油价嘎嘣一下应声上涨，随后连电子产品、生活用品等物资都岌岌可危。比方说卫生纸，全球很多地区都依赖于苏伊士运河运输的卫生纸的这个纸浆原料。哼，无所谓，疫情期间我抢那200多卷库存还没有用完呢。相比之下，长次号搁浅对于苏伊士运河一方的影响就更大了。
耽误人家赚钱了吗？长赐号每多堵一天，埃及就多损失1400万美元的过路费。以前的日子按天过，现在论秒过了。人生最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眼一闭一睁，船还在，钱没来。为此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已经开价了，要求10亿美元赔偿。10亿啊，这么大一笔钱谁买单呢？说不清了。长赐号是中国台湾的长荣海运从日本正荣汽船公司那边长期租用的，按说长荣海运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遥想92年那场大浪，长荣船上一个集装箱被掀翻进了海里，20000多只泡澡玩的橡皮小黄鸭就这么成功越狱了。所以你以为世界是个大染缸吗？长荣告诉你，世界是个大浴池。门前大跳峡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10、20、1100、16，没完了，数不清。这群鸭子在海上足足漂了15年都没掉色，漂浮的轨迹还帮助海洋学家解决了洋流难题，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但这次长荣海运明确表态，钱是不可能赔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赔的。按照合同，长赐号如果因为操作失误或不可抗力导致船舶受到损害，那是船东的责任。我就说谈钱伤感情吧，啊，谈感情伤钱吧。没事的时候啊，兄弟情深，一提钱立马塑料花。总之，这次事件过后，各国都意识到了多航线选择的重要性啊。趁此机会，俄罗斯再次推广它的北极航线。北极航线是一条穿越北冰洋啊，连接大西洋跟太平洋的海上航道。它的优点是，如果你看地球仪的话，这上面其实路程短，这是一个抄近道的好办法。缺点，冰封时间太久，搞不好你出发，哎，在船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哎呀，突然就给你冻半道上了。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现在北极航线一年可以运输9到10个月，哎，挺长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到2024年要将北极航线的货运量从2017年的1100万吨增加到8000万吨。这虽然跟苏伊士运河每天300万吨的货运量相比九牛一毛，但从长远来看，只要地球人继续这么作下去，用不了多少年，这整条北冰洋航线上你连个冰块都找不到了。所以一定要保护环境啊，遏制全球变暖呀、啊、不然再给堵上，水手在海上喝可乐他都没有冰可以加了。广州见。欢迎回来。拜长赐号所赐，苏伊士运河的历史从此又多添了一个浓墨重彩的段子。说起来，苏伊士运河的历史是相当的精彩。在这个世界上，最深刻的哲理往往隐藏在最简单的文字之中。就好比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早在古埃及第12王朝时期，法老辛奴塞尔特3世就参透了这其中的智慧，他命令人东西向挖出一条运河来，把地中海、尼罗河跟红海连接起来，盘活了整个欧亚的海上贸易，靠卖香料赚的是盆满钵满。你们从古埃及那种亮瞎狗眼的金色画风中就能感觉出来，他们是真有钱，而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条运河就是后来苏伊士运河的前身，也是世界上第一条运河，辛奴塞尔特三世直接给它冠名叫法老运河。可惜的是，先修路多种树，这个辛奴塞尔特三世只做到了前半句，水路通了，可种树没跟上。运河周边沙漠广布，秃的那恰好跟北面的地中海可以遥相呼应，植被少，又没有人定期给这个河道疏浚，成天就是你是风儿我是沙，久而久之运河被埋起来了。所以只有开工仪式的画面至今仍保留在卡纳克神庙的墙壁上，证明这条运河确实存在过。辛奴塞尔特三世真是个小机灵鬼，
三千多年前就知道有图有真相，没图画一个。法老运河没了以后，苏伊士地区的海上贸易又回归到了最原始的方式。阿拉伯人把从中国、印度进的货物运到红海，换陆路，然后到地中海边上，再重新装船，由威尼斯商人负责运到欧洲。直到迪亚士发现了好望角，西欧人才反应过来，哎，我可以绕过非洲最南端，直接跟中国、印度搭上线啊，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威尼斯商人由此就没落了，倒爷干不成了，郁闷之情无处发泄，只能留在威尼斯，边摇着贡多拉边高唱，是吧？他们唱我的太阳，对吗？那是往好听里翻译，其实这不是什么好听的话。你像我的太阳，我日照香炉生紫烟，啊，众所周知，英法两国有史以来就是谁都瞧不上谁。十九世纪中期，一直盯着苏伊士地区的法国人忽悠埃及人，哎，再修个运河嘛，这样以后去亚洲不用绕好望角了，也不用看殖民好望角的英国人的脸色了。从以前从波斯湾开到西欧，啊，波斯湾开到西欧，走好望角这一年最多是往返五次，可走苏伊士运河呢，一年能九进九出。更重要的是，运河挖通了还能收钱。此河是我开，此树，哼，对，这没有树哈，啊，就没有栽啊。要想从此过，留下过路财，你说爽不爽？你就想想，你想想你身边那些在北上广深躺着数钱的房东们，我就问，爽不爽他们啊？埃及一听，哎，有道理，有道理，安排。挖河技术哪家强？埃及全民来帮忙。当时，埃及全国人口大约500万。500万，男女老少啊，光挖运河投入了200多万劳工，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劳动法，场面据说是非常的残暴，死伤无数，再加上英国人跟着去捣乱啊，毕竟这条近路要挖成了，他们经营的这个非洲好望角航线，那花的那些钱那就打水漂了，这能忍吗？所以英国人亲自下场，手把手教埃及劳工搞事情，哎，这个工人运动会会不会？会啊。哼，于是埃及热火朝天地举办了一场工人运动会。嗯，整个工人运动会极其浩大，也比不上运河工程浩大。计划是6年把这运河挖好，结果生生挖了10年，超了2倍的预算，累死了12万劳工。苏伊士运河终于在1869年11月17号正式通航。运河修完了，埃及政府也穷得要破产了。准备把苏伊士运河，卖给这个，把这个公司啊卖给法国人去套个现，没有想到英国人抢先一步，用1亿法郎的价格包圆了所有股份，苏伊士运河莫名其妙的就改姓英了。所以你看运河里的水，那都是法国人的泪。不过，花钱容易，守财难啊。无论是经济意义还是战略意义，苏伊士运河在国际上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英国人为了保住这条运河拼了老命啊。二战时期北非战场，德军想要控制苏伊士运河，从而切断英国的补给线，这样在远方的印度就没有办法继续奶英国了，只能道一声珍重，送一碗恒河水，祈祷他们来生都做印度人吧。为了阻止这个德军的进攻啊，英国人请来了当时欧洲著名的魔术师贾斯帕马斯基林设计让苏伊士运河消失的魔术。马斯基林制造了24个巨大的排风扇，安装在运河沿岸的探照灯上，排风扇的扇叶用玻璃镜来支撑，所以扇叶只要转起来就会有24束强光射向天空，它就不再是排风扇了，那个感觉就它是24个闪耀的灯球。德军轰炸机原本是去炸运河的，结果呢，那这是光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那真是运河看不见，目标炸不着，还差点把飞行员打上，闪瞎了眼。走的时候是雄赳赳气昂昂，回来自带二泉映月的 BGM 啊，走的时候是机师，回来的时候是技师，不说别的，就凭苏伊士运河这地段，很多国家都缠他的身子，对埃及是羡慕嫉妒恨恨恨恨恨恨。1963年，美国打算搞一条新的运河
来取代苏伊士运河的地位，他们连名字都起好了，生怕气不死埃及人似的，就叫以色列运河。这条运河全长257公里，很长啊，打通地中海、死海和红海，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是用传统的挖掘方式成本会高得吓人。于是心思活络的美国人又想出了，哎，我们有个办法，用核爆的方式炸坑啊，对吧？这坑炸一串就是一条河道，我们用核爆的方式来凿运河好不好？好啊，那一共需要多少颗核弹来爆炸呢？不多，520枚。就连炸你都是爱的形状。幸好这个计划只是美国人去想想啊，没有真的去做，不然长字号也许就卡在以色列了，还有核辐射啊。这次全世界都在盯着苏伊士运河看，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被堵上。2004年，一艘利比里亚籍10万吨油轮搁浅，导致运河中断3天。2017年，一艘日本货船搁浅，幸好赶上潮汐，哎，就是那个月亮来了，把那个海水弄高了，只耽误了几个小时就开走了。而就在去年的11月，赫伯罗特船舶旗下的一艘货轮，先是一头扎进了河岸，然后大屁股一撅，在运河上拦腰卡了5个多小时，喜提长次号同款的 POSE。 但我说堵得最久，可能有人知道，那是1967年第3次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占领了西奈半岛，埃及怕苏伊士运河被以色列给占了呀，干脆我自废武功，炸桥、沉船、铺水雷、封锁运河。有道是团战可以输，运河必须堵啊！埃及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如丝般顺滑，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给还在运河上正常航行的15艘商船来了一个关门放狗。战火中，这15艘船在河道里一堵就是8年。8年呀，船员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叫爸爸，8年呀，很多人的父亲都熬死了。没有办法，为了打发时间，大家反正都堵在这里，每天互相串串门，今天到最大的英国船英佛卡吉尔港号上面踢足球，明天到瑞典的基拉拉号上面去游泳，后天到德国北风号上面办啤酒派对，甚至还能在那个保加利亚的瓦西里列夫斯基号上看电影。除此之外，他们在那儿待着也没事干，成立了一个游艇俱乐部。游艇，你就很海天盛宴的感觉，其实就是每个船上的救生艇啊，搞不好还是吹气儿的那种。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人都想问同一个问题，那既然苏伊士运河总是堵，为什么不挖宽一点？实际上100多年来，苏伊士运河一直在变宽。1869年开通的时候，它只有80米宽、8米深，那个游泳那个跳水台的底下那个池子就有8米深，就那么浅。到了2010年，它已经变成了313米宽、24米深。2015年，埃及政府还计划在运河边上再修一条新的航道，结果一算账，一摸兜。钱不够，呵呵，这尴尬了，算了，别修新的了，咱们把苏伊士运河再拓宽点凑合用吧。现在不拓宽了，因为第一它真的很费钱，尽管埃及政府官员声称扩建运河能够大大的提高收益，但事实证明2019到2020年苏伊士运河相比扩建之前收益只上涨了一点点点点点点。想当初硬着头皮扩建，哪怕被环保人士问候户口本也在所不惜，结果双航道没有搞成，只搞了个1.5航道，82亿美元花了，连本都没有收回来。这个钱啊，这个钱还真叫扔水里啊！运河的水，埃及政府的泪。而且埃及政府发现怎么这个河越宽来的船越大呢？因为船越大摊到每个集装箱上面的运费哎就越低了，所以你多大鞋我多大脚，无底洞了。话说回来，作为人类工程技术能力的杰出体现，运河都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都极大缩短了航运的时间，往往都被视为人类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的有力象征。但不同的运河各有各的特点，对吧？比方说还有一个著名的运河位于
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它的特点就一个字儿，贵。巴拿马运河连接的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或许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那家伙收起钱来那是恃宠而骄啊。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费必须提前至少48小时支付，而且只收现金 ，cash only。拜托，你现在除了绑匪、什么毒贩，谁还要现金呢？啊？何况要是这块八毛的你就算了。巴拿马运河一艘船通行费，平均啊一艘船的通行费约合人民币140万，你要现金，我还拎个箱子，天天给你送钱去。不同船型、不同类别收费也不一样，对吧？像那种能够装载5000名乘客的那种游轮，通行费、服务费加起来6-7百万。过河排队，啊，也有拥挤定价，你要是多交钱就能快速通过，带着几百万现金在身上，就这么飘着等着交过路费。隔壁的加勒比海盗们都乐疯了，哎呀，你们是排队给我送钱呀？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简直是想给苏伊士运河送一个剑河公道，童叟无欺的锦旗。人顶多算雁过拔毛，巴拿马那可好，你这苍蝇飞过腿毛都给你拔下来。再比方说我国的京杭大运河，这也了不起，特点一个字长。京杭大运河全长是1794公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还真的没有第二个基建狂人能说干就干完成这么大工程的。不信你们看泰国啊，在泰国的南部跟缅甸交界的那个地方有一段克拉地峡啊，最窄的地方只有56公里，就这么个小玩意儿把印度洋跟太平洋分割开了。那在这里修建运河是再合适不过的，届时过往船只如果从这儿就过到印度洋了，比绕到马六甲海峡节省1200公里的航程。可就这么区区的56公里，泰国人从17世纪磨叽到现在300多年了，你们那儿的大象都直立行走了啊！你们信不信这事儿要搁我们这儿用不了300年，3年别说克拉运河，再送你一条金克拉运河。嗯，广告多些。欢迎回来。上半年继春节之后又一个假期放完了，之前有新闻说浙江某医院内科有个姓张的女士来看病，说自己在银行上班，最近一个月浑身不得劲儿，干什么没力气，工作倦怠，无精打采，头目昏沉，肢体酸痛，就充足的睡眠也不能解决我的困乏，天天不想上班，甚至就想哎呀困工在家睡大觉，希望医生给看看我这是个什么病。医生表示，哇，你这个病不好治，这是懒癌，可能是个绝症。这个病说的就是小长假之后的你们。然后大多数人一听表示，嗯，这个病这么不好治啊，那我就懒得治了。其实放完假大多数人都不想上班，就是不放假我也不想上班，只想快点到5月继续放假，好吗？开玩笑啊，医生表示这个属于懒病，春季人们很容易犯困啊，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嘛，对吧？上班族跟学生群体表现得尤为明显，每天呢应该是适当的运动一下就能够改善。其实他肯定不是一个人啊，每天上班前都觉得恶心想吐头晕眼花，每天一回家就没事了。你们有没有这个病？反正我个人表示我是患者，所以我每天在这我是带病坚持工作呀，啊，天天想不上班在家睡大觉，这是一种病吗？啊，这要算一种病，不得病的人才有病。嗯，现在苏伊士运河的事儿处理后，大家在家躺着又学会了，我这不叫懒癌，我是搁浅了。要说苏伊士运河上面长色号巨轮搁浅这个事儿，最倒霉的不是别人，是一个叫埃斯莱达的人。哎，这个人老牛了，他是埃及第一位女船长。埃及这个地方很保守的，对于女性没有地位，
挨次挨打，排除万难，包括别人的非议，包括行业的陈规，一路披荆斩棘，好不容易才当上了船长，乘风破浪，结果咔嚓，突然在互联网上被人搁浅了，怎么回事？挨次挨打，在家躺着刷手机，突然就看到网上一张截图，说巨轮搁浅苏伊士运河，第一位阿拉伯女船长卷入事故。再一看照片，哎，这不是我吗？显然是有人把他的照片贴过来，在造谣搞事情。评论里边还有不少乱七八糟的话，基本上都是男的在留言。啊，有大哥说：“哎呀，这是第一位阿拉伯女船长第二次创造历史，阻塞了这个苏伊士运河，干扰了3728条船的航行。”还有大哥说：“这搁浅是女司机下了水呀，开哪儿堵哪儿啊！”这都什么年头了，还玩女司机的这个梗呢？我想对这些大哥说一句：搁浅了啊！甚至还有阿拉伯女网友跑出来说：“嗯，看来还是厨房最适合我们。女人跟厨房最适合这个话什么意思？因为经常女士要出来背黑锅吗？啊，在一些人的逻辑里边，如果一段故事或者一段事故里有一个女的，那出事儿的一定是这个女的的错。如果故事里没有女的，女的不在场，那出的事儿肯定是这个女的错，就是因为她不在场才出的事儿。很可笑啊。”还好这段故事里的当事人头脑够清醒，艾斯莱达在自媒体频道进行了澄清啊，结果因为他的颜值出圈了，这就叫该扬帆起浪的人生，搁浅也是在趁机加个油。人生遇到搁浅很正常，哪怕你是美国总统，对吧？美国前总统，美国总统接私活这种事儿不新鲜，那前总统奥巴马跟微商握手都快握秃噜皮了，前总统特朗普怎么可能错过呢？嘿，特朗普团队模仿美国政府官网的样子，给自己做了一个官网啊，网址就是3w.第45届总统官网.com 啊，在这里你可以联系特朗普夫妇，邀请他们为你来站台啊，你还可以像选商品一样选择特朗普站台的场合，选项分得非常细致。光是一个人的生日，就成人生日、儿童生日、退伍军人的生日这三个选项。除此之外，还有婚礼、毕业典礼、新生礼等等等等，甚至还有吊唁。啊，这什么意思？这说明美国总统不做了，特朗普已经开始接红白喜事了。啊，而且你看这个官网的 logo， 跟美国国徽的对比，太省事了。就是缩略图加一个复古滤镜，再批两行字儿，就是你这么搞设计，你比原研哉还狠呢。直接提这个原研哉这个名字，有些人可能反应不过来，谁呀？这是偶像吗？你看这张图就知道了。哎，这他老人家好吧？小米斥资200万找日本著名的设计师原研哉操刀改自己家的 logo， 耗时3年，结果大家都看见了。是吧？耗时3年，磨了4个角，很多人都说，哦，这原研哉大师，是不是也是懒癌啊？啊，我觉得不是，这显然是拖延症，这不是懒癌，啊，拖了2年多，最后一个小时临交稿了，就看着就改一下吧，就擦擦擦擦，哎，可以了。关键是原研哉老师自己说的好，他说这个改动符合东方哲学。那么请问？是符合的哪一条东方哲学呀？啊，是中庸之道吗？还是以和为贵？都不是，啊，以不变应万变。让我们看看这个两个 logo 的前后对比啊，你就会感觉，哎，这个是以前的 logo， 这是新的 logo 啊。这其实年轻人肯定知道，就怕年长的人不知道，这个是以前的 logo， 这是现在的 logo， 前 logo。就好像在对新 logo 说你膨胀了。看到这儿我欣慰了很多啊。原研哉说他这么设计是因为科技越进化就会越贴近生命的形态，他想赋予科技以生命感，这话没错啊。我一直觉得胖子是看起来最有生命力的，不过跟中国风比起来，这个 logo 还是有浓浓的日本风格啊，因为它看起来特别像日本某便利店的一个招牌。
当然了，我还是要说，我们看原研哉设计的 logo， 这其实是外行人在看内行事儿，我们是看热闹，我们又不懂设计，人家毕竟大师，我们瞎比划就是图一乐啊，所以不要告我。所以事实证明，平时那天天骂甲方啊，真让你当上了甲方，你也可能天天骂乙方。这个道理就好比被家长管着的时候，你发誓以后要做一个让小孩喜欢的家长，可是等你当了家长呢，你不喜欢小孩。就好比你们天天骂领导啊，领导什么都不懂，等你们真当上领导了，你们就变成了下属口中那个什么都不懂的领导。人生那么长，总会碰到搁浅的时候啊，搁浅是个形容吧。每到不如意的时候，就有人开始思考活着的意义。这让我想到网上流行过的一个段子，说，起因是1954年有名的一个牡蛎实验啊，就是生蚝啊，生蚝，有一批从康乃狄格海边挖来的牡蛎，被放进了芝加哥一个陌生的地下室的水族箱里。牡蛎会按照潮水的涨落来起居的。一开始，牡蛎们就按照以前的生活习惯啊，就该几点还是几点。可是过了两个礼拜，他们遵循了这里的涨潮规律，竟然已经默默地切换成了芝加哥的涨潮规律了。那根据推测，他们可能是根据气压的变化呀，反推出了芝加哥的潮汐时间。但问题来了，芝加哥没有海啊，也就是说，这群牡蛎们虽然生活在芝加哥一个玻璃箱的人造海水里，但是他们很可能正在想象有一片海。芝加哥没有海，但是这一箱牡蛎带来了海。这就好像我们时不时的烦恼的时候，要思考一下活着的意义，思考这个世界是否是真的存在呀？这个世界有没有意义啊？或者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像这箱牡蛎一样，试着想象创造自己的意义。世界可能会随时崩塌的，但牡蛎的心里边永远是有属于自己的潮汐的。所以说句话，做自己的海王，搁浅涨潮自己说了算。最后再次感谢珠海丽腾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笑颜开，下期见。人生它就像一出舞台剧，大家分工合作才能排出一台大戏，会记错台词儿，会打翻道具，咱们都别生气，咱们绝对不生气。上的台来，大家都是姐妹兄弟，有些角色您还真得入戏，下的台去。